我知道你們可以有其他地方去，所以我好開心，好開心，同埋好感謝大家今晚可以同我哋一齊分享呢個音樂會。 我想你哋同我一齊翻返去1963年。我知道有啲人都未出世，但係嗰時候香港咧主辦第一屆業餘歌唱比賽，有百幾個參賽者咧係爭冠軍嘅。咁嗰時候有位6歲半嘅小妹妹咧，就第一次踏錯喺舞台上係參加呢個歌唱比賽。 咁啊，呢個比賽結束之後咧，呢位小妹妹咧就贏咗啦。咁當然呢位小妹妹就係我啦。我成日都好想睇翻嘅，但係唔知嗰時候係點嘅咧？